因演员来讲，请用恁高中的双手来做资源回收，粪扫分类啊！你当初那么大的电视台咯，伊讲粪扫是黄金，黄金会当做爱心，每月去起病去救这艰苦人啊！你敢知影？我听到心肝底想讲，粪扫臭到要死，这个黄金咯，啊，我就无爱相信。我吼、暗时走去粪扫去啊看卖啊，不可思议啊！遍地是黄金，简直像一座金库。那呢，我你是对干这行，暗时照亮，我来到粪扫堆，粪扫一包一包的来分开，伊如果看到黄金，目睭会起金，所以无变来炒，会当买嘞，吼、哦，会当换钱。你当做我提包票，会当换大概两块银，美金来那小银来那换四块。吼、哦，会当换钱去超市去杂货店，换价敢要共换好换？伊讲哪有可能？你甲买一支酒，我的酒我嘛断名的，拄到店名的，啊变安怎？唔敢啊！就叫人提讲拜托的，这四支哦，你提去遐换啦，啊这三支哦，你提去遐换啦，安尼呢？啊，你敢知影？路边咧收银，足歹收银。实在看到，一个去报一个。我甲你讲哦，即下头关键换法，晚上搁点热水咧补贴家用。咱若看伊实在来先，足见效，你敢知影？嘿，七十九年咧，即摆一百年啊咧吼，你先足见效，看实在来吼，头就较甜。你敢要头咧？你要头咧？看是不是我啊？日头上空，我就你哈。啊，你来叫这個。我啊，无爱甲伊讲伤济啦，做就对啦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拾荒者，连我自己看的都像拾荒者。啊，心肝在讲，是讲伫粪扫堆咧捡资源，穿偌好，无好运动衫、派布遐穿会袂好啊。凊彩穿穿的啊，人就甲我讲太太，我遐衫好你啦，太太，恁兜住会倒，我莫必要你啊，谢谢啦，够唔啦，太太。明仔载是八月十五呢，中秋节呢，你敢有钱啊买饼给恁囝食？我一千块给你啊，要甲我救济呢？我唔免啦，我有啦。所以台湾爱心存底很高，只是咧都默默在做而已。但是你敢知影？啊，热天咧，上惊伊个夏天的午后雷阵雨啊，迄个热天顶。